中国民航大学油气除氢工程这个专业还没有毕业啊，因为我以后毕业也不想从事我现在这个专业，我还是比较喜欢摄影啊。其实初衷就是想把天津的美景分享给大家，是非常震撼，只有你登高以后才能看到什么叫祖国的大好河山。他们的意思就感觉是我把那个锁给弄开了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当时上去的时候，那个锁本来就是开着的。如果是我开的，我就把这个字要写成撬了，而不是开了。可能涉嫌违法违规，这个还要看他具体的行为。比如如果他在这个高空拍摄的过程中有这个破坏财物、偷窥个人隐私啊，或者有造成他人伤害，或者有强行闯入这些行为的情况下，那肯定就是涉及相应的违法违规。我上去也有我的错，同时我还是个传播者。如果有人上去了，破坏到什么东西了，或者说出什么意外，我肯定也是有一定责任的。